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は日本の沖縄の白家フェローシップチャーチの伊藤よしこと申します。大家好，我是从冲绳教会的一位的牧者。私たちの花婿イエス様のお名前を心から称えます。我好感恩，因为我们可以跟耶稣我们的新郎一起国々のギャザリングファミリーの皆様とさらに深く交わり祈り合えることを心から神様に感謝します。我们很感恩，我们不论是我们在全契祷告里面，我们都跟全契家人跟耶稣这个连结越来越深。聖霊様が深く私たちに語っておられるように思います。在这个新冠的病毒的里面，我很感受到圣灵是从未前未所有的跟我们这样的去沟通。当我看到这个人手所做的社会被摧毁的时候，是很容易也是 很破碎很不堪一击。ものすごいスピードで霊界が動いて、我感觉在属灵的世界的里面正在以一个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改变。光はさらに栄光の光を輝かせ、闇と光、右と左とに分けられて。黑暗是越来越黑，但是光亦都越来越光，是越来越荣耀。黑暗和光的分别，左和右是无可推诿的。聖霊様の働きも悪霊の働きも顕著に現れる時代になってきました。时候就显到了，圣灵的工作要来到，亦都是仇敌的工作，亦都是越来越强烈和明显。主のご再臨の足音が聞こえるようです。主的让到圣徒成圣的过程越来越明显，他的脚步亦都越来越近。主的脚步，主の御顔を慕い求め、主と同じ心となり。当神的心意来越推进的时候，我们呢要更加跟他的心意对齐，去明白他，了解寻求他的心意。聖霊様の恵みにより御国をこの地に立て上げ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我们一同一定要将神的 家人一起的聚集，并且按照圣灵的感动，我们招聚一起。お父様の憐れみ、聖霊の力が今ほど必要な時代はありません。在这个新的年度，我们需要耶稣的爱、父的怜悯，还有圣灵的能力。这一种的需要是前所未有的。主のご臨在を求め、世界のキリストの体なる教会が強い絆で結びつき、去到寻求主基督的全球教会是会越来越扩展，而我们都要成为一。花婿イエス様に喜ばれる花嫁になりたいです。成为一个的辛苦，我们必须成为那个主所喜悦，是新郎所喜悦的辛苦。その国々の励ましと慰め、国々の愛の帯になり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我衷心的希望日本可以成为列国的带来安慰。日本世界の大収穫が始まっています。现在我们预备着那个去收割全球的迎接主的收割。母としての日本の召しに立ち続けることを宣言いたします。日本要继续站立作为一个的母亲的角色，去到让到所有人去到连结在一起，去到听见父去讲欢迎回家。日本が主のご臨在を宿す終わりの時代の花嫁戦士として
在这世界以上，我祈求日本成为这个的呼召，也都是他成为主的在末后的日子的辛苦战士。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成为这个这么奇妙的从主而来的呼召。我们全球的亲爱的家人，我们爱你们，是用耶稣的爱来爱你们。我们属于一个身体，同一个的心。唯一の父なる神様の家族であることを心から感謝いたします。我们真的很感恩，我们是一个的家人，和你一起，我们都同有一个很奇妙的父。多谢大家。